哎，你好，这里是社区办公室。嗯，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？啊，你要二胎指标啊？现在不用审批了，登个记就行啊。哎，好嘞，哎，再见。哎，哎呀，张啊，哎呀，来的真早啊。我去打点水，然后你帮我收拾收拾啊。要是有那个登记二胎，还有给小孩办户口的啊，你到等我一下啊。好嘞。哎呀，是我，你姐夫你都听出来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办事处的办公大厅了，哎，我都看见给狗办证那牌子了，你快点儿，我等你啊。哎，大姐啊，哎，是在这儿办证啊？啊，对，就在这儿。哎呀，好，那个办事员打水去了。哎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终于到这儿了。一看办狗证我就来气，你说哪有我们家媳妇这样的啊？本来今天我约好了带他弟弟，就我小舅子去相对象，人家女方在那等着呢，可我媳妇呢非得让我先到办事处给他儿子上户口。他那是啥儿子？就是领养的一条流浪狗，都养了十年了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10岁的狗相当于人类70岁啊，可我这媳妇非得让这老狗跟我叫爸。你说这叫什么辈儿啊？这不废话吗？怎么一说狗你就出来了呢？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我是狗呗？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？姐夫，嗯，我姐让我给你捎句话。我知道，出门她跟我说了3遍。我告诉你啊，必须把狗证给我办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把离婚证给你办回去。错，不是那句。哪句？我姐跟我说啊。嗯，如果我不帮你这狗儿子的证办回来，他就不让你帮我介绍对象。姐们，你说我这多大岁数了，我的同学和朋友人家孙子都抱着了，可我还光着呢。我找对象的事儿就靠你了。好好好好，但是我跟你说清楚，今天给狗办证这事儿我全靠你了，我没办过。你放心，这个我是内行。来人了，好，赶紧赶紧赶紧。同志，我要办证。坐下来，你起来。办证哈。嗯。多大了？10岁了。不是，你俩是不是跟我闹玩呢？啊？没有。你说这10岁了，你长得跟小老头似的，未老先衰的。不是，我没说清楚。嗯。是他要给他儿子办证。对，我儿子10岁了。那他都10岁了，那咋才合计过来办呢？那你这家长当的可真没谁了。不是，办证啥的他不要钱嘛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就怕花钱不行。你怕花钱，那你没户口平时多不方便呢。也没啥不方便的，这小东西就平时一早一晚跟我们出来溜达溜达。对，在外边呢拉泡屎撒泡尿，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屋里趴着。嗯，趴着。嗯，咋的？身体不太好？不是，不是身体不好，不岁数大了吗？你想啊，10岁了，他就不爱动了。你俩是不是闹玩呢？那10岁那大吗？大，10岁相当于人家。别说了，人都不高兴了，没看出来吗？不是，其实吧，俺家那个还行。主要是俺平时对他太好了，天天的给他吃罐头，这一下养的滚瓜溜圆的，所以就胖了嘛，趴在那儿就不爱动了。这家长当真没谁了，你拿那表上那边填去吧。哎，我说同志，嗯，这表上这么多都得填呐。你这当然的，你以为伤口那么简单呢？好好好好好，赶紧赶紧的，咋填你快点。我会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办成啊。啊，头一联是啥？姓名。姓狗，狗有啥姓名啊？你说咱啊，对你姐老跟他叫狗儿狗儿狗儿，你姓名就写狗儿吧。姐夫不行，狗儿是他的名，人家问的是姓。你知道这狗姓啥吗？这不闹呢吗？我哪知道狗姓啥呀？要不干脆随你姓得了，你姓拱，叫拱狗儿。哎，你骂谁呢？谁拱狗儿啊？谁拱狗儿？姐问急啥眼呢？这不办证吗？你办证你不能这么写呀。要说随，那应该随你姐，那狗是她领养的，对不对？应该跟你一样姓潘，潘狗儿。你骂谁呢？谁是潘狗儿啊？还想不想搞对象？潘狗儿。下边
性别公狗。姐夫不行，公是男吧？啊，应该写男狗。那好，男狗，男狗。性别男狗。还有吗？文化程度我。哎呦，我说这啥意思啊？狗，这是狗。他有啥文化程度啊？他也没念过书啊。你不是不知道，咱家那小东西吃饱喝足了，不是叼个球啊，就整个飞盘啥的。你忘了，他会算、算数。我姐不经常教他吗？啊、狗儿狗儿，一加一等于几？冒号。狗儿狗儿，二减一等于几？哇！姐夫，我发现你算数不错呀。狗啊狗，哦对对对，狗狗狗，真是的。哎，那就这么写吧，文化程度，小学。姐夫不行，这个有点高。那写啥？我觉得应该写是幼儿园大班吧。行，这好。幼儿园大班还有吗？有，配偶。哎呦我天哪，就这个问的带点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咱家那狗儿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能搞对象。可不少，你给我记着点啊！哎哎哎，我想想啊，有二号楼的圆圆，圆圆，三号楼的娇娇，娇娇，四号楼的秘密，秘密，对，还有五号楼的脸脸，脸脸，对呀、啊，哦，那大长脸吧，苏格兰牧羊犬吗？大长脸吗？不行，姐夫不行，咋的？你这名太多，栏太小，填不进去。哎呀，那你就写若干呗。好，配偶若干，完了吧？还有最后一项，什么？与户主的关系。哎呀，我活了大半辈子了，我跟狗还扯上关系了呢。父子、啊，好好好，父子关系，父子关系。父子关系，姐夫，填完了，赶紧给他看看。同志，嗯，填完了，你看一眼吧。哎哎，我看一眼啊。姓名嗯，潘狗儿。对。性别男狗。对。不是，你这都添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你这挺好个孩子，咋叫潘狗儿呢？啊，你叫这名不好养活吗？那你这性别还男狗，不是你懂什么叫性别不？啊，要么是男，要么是女，你这还男狗呢？哎，男的，男的，那个属狗的，那你也不能写一块堆儿，你分开啊！哎，你说性别改了，男，嗯，文化程度对，幼儿园大班对，不是你孩子要是这智商，那可是真没谁了，我跟你说。那你这十岁了才上幼儿园大班啊？不是，这就不容易了。对呀、你想这小东西十岁知道一加一等于几，你说这多伟大呀。那你这还挺自豪的。那啥，你过来，哎，你俩看一眼啊。又咋的了？不怪我说你俩 啊，你看你这家长当的可真够呛啊。你看，你儿子刚上幼儿园大班是吧？对，你看配偶这栏呢，还若干。对，那你说文化程度不咋高，那对象还整不少呢，那你能不能管管他呀？哎呀，同志啊，不是不管呐、我经常教育他，我说你现在年龄太小，不能乱扯，知道不？不听啊，上来吭哧就一口，完了我就打针去了吗？对，那这不就你们家长惯的吗？行，别唠，俺们错了，别唠那上火，俺们错了啊，下回改。最后一项啊，哎，最后与户主关系，你看写的父与子是吧？对，那你直接就填亲生的不就完了？哎，我说同志啊，你不能开这玩笑。怎么了？什么叫我亲生的？他不是我生的。我姐为了生出这东西，肯定上头条了。你看看。你看你俩是不是跟人闹玩呢？又搁这儿啊？没，不是、他真不是我生的。那你说不是亲生的，他哪来的？领养的吗？领养的。对呀、啊。啊，领养的。啊。你这怪不得呢，你这对孩子不负责任。那啥呢？你那个把那领养手续给我吧。啊妈，没有啊。还要手续啊？不是，那你没有手续，你领的什么养呢？你跟他说。不是那个同志，是这回事啊。
啊，那时候管的比较严，嗯，说这事儿不能明着来，得暗着整。对，完了就挑了个地儿，我姐呢开车就去了，嗯，一看这小东西小啊，可爱呀、啊，于是一手钱一手货就抱家里来了。对对对对，俺当时是这么想的，你趁他不懂事你领回来，这不好养吗？啊，听话。你说你要弄个半大的，他记事了，刚到俺们家他认道，他回头跑回去了。咱这钱就白花了。你不光白花了，万一他妈你看着孩子被抱走了，那肯定跟我玩命、嗯、没错呀、啊，谁的孩子谁不疼啊？所以这事儿你就得蔫不巧的，对，是吧？你不能让人发现，那不就得敲着摸？没有手续吗？没有，没有手续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你俩看这办差不多了，谁过来按个手印呗？我、啊、我是他爸，来，按哪儿？哎，按这儿，哎。来，过来，拽人，拽着拽着来，哎，拽人，人贩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俩这人贩子上户口让我给套出来了，看着没？哎，物证、人证都在这儿呢啊，别动、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表是你给的不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办狗证是填这表不？你俩有病啊？谁给你俩办狗证啊？我这是给那个登记二胎还有小孩办过狗登记的地方，谁给他办狗证呢？不是你有病吧？你看看你这写的啥？你看，你看，不是养犬登记处吗？那这不扯呢吗？谁跟我俩换的呀？这个才是我的牌呢。哎呀妈，户籍登岔劈了，错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哎呀，那你俩真是办狗证的吗？可不咋的。那你看你早说，那早说就不用这张表了。我说呢嘛，办狗证不能这么费劲。哎，早说就用这张表了。你看，一百多条填吧，来吧。哎呦我的妈，咋这么复杂呢？第一条啊，证明你家狗是你家狗，需要实名邻居的笔录。我上哪弄去啊？俺住的是高楼，对门邻居姓啥我都不知道，这找实家我咋找啊？那咱说也是，第二条吧，需要你家狗跟有证件的狗合影十张。你开玩笑呢？我们哪知谁家狗有证，谁家狗没证啊？你也不可能在院子里问的，你家狗有证吗？你家狗有证吗？请等挨骂呢吗？不，我跟你说，哥哥，你们这种做法，我就觉得。这太复杂了，就是一般的狗证又不是人证，干啥这么费劲呢？就是，不是你俩也别激闹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比你俩还着急，这没办法，你这上面下来的，这规定啊，规定改了。二位，你们是8号楼401的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没错。那您好，您好，啊，这是我们张科长，他俩办狗证。啊，户口本带了吗？带，来，户口。啊，有照片吗？照片。我也没照相啊，找不着，不是你的，啊，哎，啊，嗯，行，你们下周一来取就行。哎呦，没听错吧？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吗？对呀。刚才难过，向你通知要简化审批程序。简化审批程序啊。为民办事以人为本，为的呀就是让老百姓方便实惠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太谢谢你了科长啊，你这就等于挽救了我的婚姻呐、啊！啊，可以说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。我有那么老吗？不是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吗？对，为民办事理所应当嘛，以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哎，那张科长，我现在就有个问题啊，说吧。那个麻烦问你一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啊。太好了，下班了能不能请你吃顿饭呢？我还没对象呢。还挺幽默啊。那你没对象这事儿谁能给你证明啊？哎，我能证明。我跟你说科长，他是我小舅子，你看这小老头多萌啊。你看过萌娃萌狗，看过萌老头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小萌。姐夫啊，你别在那臭白话了，咋的？人家走远了。哎呀妈呀，看来这条没简化。就是，算了，我赶紧带你相对象。哦，对了，姐夫，你把那女方约哪去了？就是你姐领狗那地方吗？还是狗事儿啊？对。哎呦我的妈，我跟狗那么。